疫情初期一罩难求，本台新闻刺针年头发现，市面多间铺头以至网店都有惩教署生产嘅 CSI 口罩出售。究竟呢一啲口罩点样流出市面？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 CSI 口罩生产、分发、点传同埋使用安排。透过有关部门提供嘅资料，认为惩教署由采购原材料、生产、附运口罩流程，以至物流署嘅采购、附运机制都完备，采取咗合适嘅保护措施，防止有人挪用。佢哋抽查食環署、海關等七個使用 CSI 口罩嘅部門，發現部門喺疫情發生之前都冇要求職員簽收口罩，咁樣做可能增加轉售風險。但公署認為當時口罩供應唔緊張，價值唔高，根據規例無需詳細記錄。有部門將口罩先行分發俾員工可以理解，疫情爆發之後已經收緊安排。公署又留意到疫情初期因为供应短缺，有部门将过期口罩分发俾员工。喺销毁呢一个过期嘅呢一个口罩当中咧，只有系我哋抽查之中只有一个部门咧系其实系有记录，有一个部门曾经同我哋讲过咧系有分发过呢一个过期嘅口罩，系大约240个呢啲咁嘅过期口罩俾员工嘅。咁员工系知道呢啲咧系紧急备用嘅，但我哋唔排除咧，其实可能有其他嘅部门咧有类似嘅做法都唔定嘅。咁所以咧就系话，如果我而家系将某一个部门去公布出嚟咧，可能对于嗰个部门咧亦都系唔公平。咁 CSI 口罩點解會流出市面？公署話佢哋去深水埗嘅藥房視察，海關都巡查咗38000次，除咗一宗個案違反商品說明條例，冇再發現有 CSI 口罩出售，無從確定原因，唔認為有大規模流出。又提到非政府機構過往可以訂購 CSI 口罩，懲教署冇規定佢哋點樣使用，包括轉售或者做私人用途。懲教署11月已經決定唔再賣口罩俾非政府機構，公署相信可以減低口罩被濫用嘅風險。有線電視記者梁嘉怡報導。